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乔。我现在在玩的游戏是集合啦动物森友会，那我们就开始咯。早安，洛兰来岛上了。先来收信，法兰奇。别人只要收到别人寄来的心意卡，自己也会很想写一张送人，对吧？心意满满的法兰奇笔，然后是棉鹅，裁缝屋优惠券，快乐家协会。增建房屋，所以就送礼物。那地灯我晚点再收。我们先来拆看看礼物是什么。黄金箔。来送一下他礼物，这个留给其他人哦。先来去商店一下。欢迎。壁挂式工具挂钩1500。婴儿车2700。这个是什么？食品托盘。买下包装纸。坏掉的雨伞。我有没有看错？5个。5个。走了。看一下我有没有什么可以做。一下草地，盆栽，一些东西来送这些小朋友们。
有任务完成了，刚好是今天的 DIY。黑色大厅墙，换找雷姆。早安。然后来包装礼物。陶笛好像以前有送过他、欸，我送他这个木鱼好了。你们两个在聊天。记得是比目鱼。都得钓到才知道。短袖衬衫，好，来换找另外一个人。警察，送你。双麒麟灯。哎呦，终于又拿到不一样的，来看看什么是双麒麟。视觉系服装，怎么看起来很像水桶？哦，很会哦。算了，先不买，不是很想要，没有很想要的衣服。来找一下雪花。他在煮东西。在做什么啊？甜面包。我已经知道方法了，那我来包装一下，送他牛奶壶好了。开心。衬衫。
音乐超大声。企鹅打也在家里。他今天要戴狂欢节的头套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哈尼，他现在叫我哈尼。好可爱、啊，他今天全副武装、欸。中式茶具组合，又是中式茶具组合。我好像已经拿好几个了。我来找加汁。这是什么？喇叭？哦，对，这是喇叭。这是我送他的椅子。来来来来，早安。口耳相传，评价很重要。送你礼物。针织衫，很菜哦。拜拜。哦，张婉婉在干嘛？抽中了很厉害的东西哦，复古墨镜。好啊，小问题。来收礼物吧。鸟，你也在这？这个给你。一副嘴角上扬的样子吗？他就一直那样。来，去拿一下给火鸟准备的衣服。走走走，来包装一下。
满了我的东西。穿和服，现在换穿韩服好了。韩服裙也是蛮可爱的，很适合它的颜色。厨师袍，好深的颜色。这个衣服根本就为火鸟打造的，跟它肤色一样。它在推法兰奇。好，来找米米。包装一下。足球吗？菱格纹背心。走了，哎，还没跟他聊天。我送他超多东西的，希望他赶快好感度暴增。好了好了，看一下有没有瓶中心。然后这里我要扩大改建成这样，这个泡温泉。洛兰在这里，看一下我身上的东西太多了，我先去卖一点东西。先去鉴定化石，帮我看看吧。都已经有了。不用了，走了，卖一下东西哦。好，买地毯，中的，再买一个大的。兑换，今天换地板。不买了。啊，回去找一下李克。我看一下刚刚买到的是什么。沙漠地板。灰阶配色砖块地毯。你好，地下室很气派吧？好，没有办法再扩建喽。收纳
针对这次还清贷款的客人，可以提供全新的自家收纳空间扩建工程。用 ATM。好好好。先商店呢，购物。巴萨诺瓦，这个我有过吗？先买没关系。好 ，ATM 存个钱。然后领个钱出来，领20000在身上，还欠好多钱。回家看一下地下室，看一下箱子。好，没东西，走了。地下室长这样。沙漠地板，还真的是沙漠。哦，吓我一大跳！脚印居然还会留在地毯上。好，收纳空间。那我之后再来慢慢布置这个空间。我们来找西施会谈论一下岛的评价。哦，已经五星了哎！因为我今天在巡视岛屿的时候，发现我长出铃兰花了。在闪耀的大地上华丽飞舞，这些受人喜爱的存在，我不得不感谢来到这座岛、这座乐园的奇迹。最高评价，金色叫花湖方程式给大家。谢谢你。目前没什么事。好，突然就五星了，开心。可以来去做一个。啊，我没有把先做叫花虎出来。我拿一个金矿，做一个金色浇花，结束。我把这个金色浇花壶放在这里，哈哈。聊个天，舍不得脱，身上的味道已经和衣服完美的合而为一喽。好的，那这一集影片就真的录到这边了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帮我的影片按个赞，那也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
拜拜喽。